一直就沉浸在那里面，他也喜欢这个东西，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的，他一个个都记下来了，因为东西都是很值。还有看到脱下来吗？我听了这个年份我都听得糊涂掉，包括这个人在几岁做了什么事情，我说哎呦，这个史书上怎么记载，那个史书上怎么说的，很费功夫的吧。你天天都要看的啊？我在条件允许的话，我身体吃得消的情况下，我是坚持看的。碟片没有嘛，我只能买盗版的，就是百家讲的。他一个系列一个系列盗版的都出来了，但是正版的他现在没有。我就买书，因为一中天还出书的，哎，比较生动一点，因为人的表情啊，是吧？还有就好像看书嘛，就比较安静点，要我自己细心听。但是蛮开心的，看这个很有劲的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你不喜欢是另外一回事。如果觉得很没劲、很枯燥，觉得你这个东西像老夫子一样的东西。
是我大概头皮还有点痒。就是那个摩丝没有啊，最好是摩丝，我觉得感觉更清爽。摩丝跟那个。可能后面有人洗一下。后面啊。下面的。啊，这个我定，然后先把上面。但是我用的是那个泡沫胶，就是全净可的，我是蛮好的。没有毛丝嘛，我就没办法，我只能走一走。哎，今天这样，我发觉秀秀好像感觉舒服多了。我的是觉得厚了，而且有点烂了啊。今天搞这个手机。秀完头发就觉得很轻松，特别轻松。哎呦，我什么啊？妈，要想着报告啥？
完了松了。你给咬了。这是我的分了啊，哎，没啥了、嗯，这小分都扎起来了，哇，你看上面都是小头发断掉了，啊、嗯，掉了，断掉了，断啊，到秋天的时候掉了啊，所以说没有唱歌的了，就三点半 下学啊，没有唱歌的了，几个星期日了，没有了呀，没有了，不会了，嗯。以后应该发照也可以对吧？嗯。小谢头发发质最差的，像草一样的，剪掉算了。像草一样的，你要我怎么剪？啊，像什么当有点长的。像伊拉这个啦，搿种岁数最勿好寻啦，搿种。我把侬娃拍镜子，最四只龙贴辣墙壁高头，最近去摸好了。嗯。你要剪刀试试。小谢，你别坐这个了。跟侬干死你了！有一趟约来弄头发，我不是到我跟你打电话不？我跟你讲我两个儿子。嗯。干嘛？哎，奇怪了，你的剪刀呢？好、啊。小妹啊，你要给我拿个夹子，或者不拿夹子也行。不拿了吗？那不是有夹子吗？嗯。还是拿着吧。好了，剪了。他要也要弄杯水这样沾一下吧。无所谓的事。嗯。啊，剪。剪了啊，剪吧，剪。别得错了啊。好，剪。来。他的头发还要一点点的扎，还是地方的吧？苏北。哦，苏北。啊，苏北不是四川的？不是，我以为你四川的。苏北哪个地方？连云港。连云港的，连云港不是蛮好的、哎、嗯，哪里啊？连云港。哦。这个长度可以的吧？还可以，嗯，不错的。嗯，这样可以。去有的了。等一下。哎，不起了，它只有封两个。嗯。
去了。嗯。嗯，那个人家吃啊？侬拍得到吧？好吧，好吧，你吃。我还是先去下头吧。嗯。伊拉不是上头见面，我最好是从搿搭见过来。搿搭侬搿能看得到伐？嗯，真好，真好。再低下去。好。小谢，你那个手也帮一下忙。怎么了？范文杰他说大概三点半，还没来。这样的。嗯，对。还有呢。然后他跟天灵给他打死啊！啊，为什么？他不适合的，这个。
发本来就比我头发长嘛，我上面的已经而且一看也看得出来了。我头发还是挺剪的，我心里啊就那个上了、因为你能像个纨绔在上面，这个玩意过个一个月了就好了。我现在，我不小红，生了红啥啦？侬搿搭？学生了是吧？两个姐妹，双胞胎，嗯，长得很像很像的。几岁了？二十几岁的。二十几岁的学生啊？啊、嗯。大学生啊？对的呀。什么学校的？不知道。那人呢？上学去了嘞。在不在上海上学的？上海上学。哎，就搿能介样嘛。假期没了。老师在空间还拉你走，知道啊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搿个有点打滑的，侬看到伐？你要是开始挖头发，你就死定了。我跟你说，你把我头给剪了呀！现在你给我放，你就死定了。干啥呢？嗯。干啥呢？嗯，别的事。我们吹风机把水头发吹掉，要不上一件衣服，太好了，蛮可爱的，给你干净啊。
前面镜头就开灯了。好，你开始。你自己不喜欢再给它剪短修。